这个同学画的头发其实挺好看的，只是分组的时候只有左右关系，没有上下关系，看上去单调。怎么能给头发画出更多的层次感？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比如啊，他现在是这样的一组头发，如果你只是这样去做分割，这不就只有左右两个组吗？我的方法呢，就是你把这根线给它画出去，然后再让它套回来，这个遮挡的地方擦掉，这样就有上下的叠加关系了。再丰富一点的话，这边再加个小分支，连接的部分擦掉，最终的效果。 如果就像我在这个部分画的这样，再比如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发尾，原来你是在里面这样去分组，现在我们把这根线给它画出去，然后再绕回来，这边可能会看到小发尖儿，现在这样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再比如啊，这种头发，还是把你本来分组的这根线给它画出去，绕回来遮挡的擦掉，再增加一点小分支，好啦，完成。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到你。